欢迎来到平安健康与 BDMS 医疗网络的合作医疗体系，让值得信赖的新时代海外医疗服务触手可及。中国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平安健康，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该公司是财富网世界500强金融和保险集团平安集团旗下的一员。平安健康提供涵盖保险保障、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等项目的一站式服务，目前已覆盖全球10万多家医疗机构。曼谷杜斯特医疗服务上市有限公司，简称 BDMS， 成立于1972年，被誉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医院网络之一。 BDMS 网络是由7家大型医院集团旗下的49家医院组成。 BDMS 拥有22000多名具备执业资格的医生和护士，为全球患者提供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而且拥有专门的中文服务诊疗团队。本次合作将保证中国患者可以享有全球最佳临床治疗效果。我们为平安健康的会员在广泛的临床领域中设计了独一无二的择期手术套餐服务，除了心脏病学、神经科学和其他临床服务，我们还致力于提供需求量较大的服务，如癌症和骨科。 BDMS 的 Vatanasoak 癌症医院与美国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是姊妹单位，能为中国患者提供癌症筛查方案以及癌症治疗，包括获取在中国尚无法买到的高效化疗药物。这意味着 BDMS 的癌症生存率位居世界前列。我们的骨科拥有最新的治疗方法，包括用于髋关节置换手术，可以大大缩短患者康复时间的直前入路法。为确保我们能为平安健康的会员提供紧密衔接的治疗体验， BDMS 特意提供了一些独一无二的增值服务，例如预约咨询、语言协助、地面交通和单人病房等。国际医疗保健服务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我们已做好了让您的医疗保健水平更上一层楼的准备，让世界一流医疗保健网络触手可及。